今早跑完步去到茶餐厅，老板话 long time number C， 其实佢明知我去了吉隆坡收留，不过回港两日，今早才到茶餐厅。老板问好唔好换，老实说早出晚归，节目安排到密麻麻，飲食又丰富，想话唔好换都唔可以，但行程太密，我想静下来写游记都冇时间。至于所买的新楼质素很好，地点又是最佳，虽然有人为了睇樱花而在日本买楼自住，但我就不会。所买的海外物业全部出租，港租金收入，纽约的铺位就最好。不过买海外楼最烦的一件事就是收楼，今次如果不是有老友一起去，最大可能性就是授权其他人去收楼。买埋今次之后，私人再不会买海外楼，公司就不一定。老板问我几时写完游记，我话很快，过了这几日，等我完成新书便立刻埋尾。我已经被出版社追到头晕，老板话唔打扰我写文。